们谈的六度经里面谈的，它是一个佛陀本身经故事里面哈，有讲到一个这个割肉喂鹰的故事。那当然，伊讲的要呈现的是一个慈悲。那除了慈悲以及我，伊上主要要表达的是人性，就是讲当人去面对着多少的压力以及我，你怎么样面对你的仇人，怎么样面对你的国仇家恨，还有到最后你以什么心境去看待这些过往云烟，希望。这出戏里面其实看到我们有从仙境的仙女她们美美的扮相，那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我剧中的造型，它其实不是传统戏的那种明朝唐朝的造型，而它走的是有一点点印度风那种感觉，所以这出戏其实服装都是全新的，甚至于布景也是全新的。那新编的新制作的舞美，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新的编曲制作，温静姐古尼跟走位已经演过了，那在台北其实很受好评，所以我就一直希望把这出戏带到高雄来，让高雄的乡亲赶快看到无同款面上的歌戏，尤其今年一四季拢在播歌戏，我希望各种不一样的歌仔戏会当百花齐放，而且各剧团有各剧团的特色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其实有人会问我讲，这有淡薄啊，不是传统戏，哪呢？原来的故事是出自哪里？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好的编剧吼，那唐美云歌仔戏团其实一直以来走的就是都是原创戏，都是原创故事，所以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古早的故事，所以也更贴近现代人看戏的需求跟想看的剧情。